出来。你跟俊哥会做那个吗？片子好像不会，不会，而是跟那个阿雪他们那一群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其实像我们平常我们其实没有想到那么多的编排啦，我们那时候只有想到 verse，然后跟大家一起的可能没有办法排的那么好，嗯，那就是之后剪可能就照我们这个方式去讨论这样，可以啦，对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那肯定是帅的，帅，对吧？帅，要来了吗？来一下。在唱歌了，可以啊。